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容师，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惭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持愿，皆如来真实矣。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顺便给大家讲一下那个观音心咒的功德。观音心咒的功德呢，也没有。 就是其他的数吧，就是我们就基本上按照大乘经典和一些论点的这个教研呢，随便给大家说一下。当然最近时间关系吧，就是我也没有，就是特别好的这个准备。本来想是讲那个智慧品，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禅定品已经讲完了，但是中间呢可能还第一段时间讲不成，就是这样的话。 中间讲个那个观音心咒的功德，这个观音心咒的功德呢，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基本上这个清楚啊，就是这个注意呢，有很大的这个功德，所以平时，许多人呢，都在这个奉诵啊，就是念观音心咒，念观音心咒呢。 确确实实功德是相当大的，我个人而言呢，应该说是从小，就是对这个观音法门就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也有这个积极强烈的这种信心，这个原因呢，当然是多种多样吧，就是一方面呢，我像是，就我个人呢，就是生在这个佛教的家庭。 就所以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偏僻地方的一些，可能这个城市里啊，或者这些地方的家庭不相同的，从小都是对这个佛教呢，还是有一个不共的这个信心。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一般来讲，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比较清楚，就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应该说是99%呢，就信仰佛教，而且呢。 这个观音法门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家家户户都这个持诵的啊，就是持诵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个别的就是好几家人呢，就是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家家都在念这个观音心咒，就是，因为一天忙了一天，就是然后晚上呢，就是大家都这个吃完饭，吃完饭以后呢，就是每个人的蜡烛念咒，大大小小的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呢，会就自己的这种童年呢，就觉得那个时候跟那个，就是现在的有些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这种家庭的生活状况啊，就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呢，虽然就是没有这个现在，时代的那种这个生活和条件啊，就是没有这个什么住高楼大厦，或者是这个现在的一些这个优势的生活都是没有的，但是呢。
但是那个家家户户都是这个心是很纯洁的，而且口里面呢不断的这个念诵啊观心者，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或者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氛围当中，就是成长的话呢，那就是从小都是应该说是对观音这个心中呢，就是有不共的这个信心。就我记得我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放牦牛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是拿着念珠，就是每天都是念多少碗多少碗，所以我现在也是记不清楚，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呢，就是念了多少，几百碗肯定有的，就是但是多少碗呢，就是我也不是特别这个就是清楚，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呢，就是今天也是，就是也没有就是特别的就是做好这个准备，但应该说是这个观音法门呢，就是对自己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法门，所以呢就我想啊，就有时候确实这样想，就是我们这个站在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即使说不是就学得特别好，但是呢心里面对佛法有信心，还有口里面呢就是念诵这个观音心咒啊，就很多传承上师呢也是这样讲，藏族这个有种特点呢，就小孩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一个人就是需要叫这个观音心咒啊，我妈咪把咪哄，就是不需要叫，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基本上是会念，就是也许是可能家庭的，也许印象，就是也许呢，就是他们就是自己的这种本能，或者说是自己的一种这个福德吧，就是福德。啊，有时候呢，真的像就是一想到那个观音心咒的一些功德这个他的一些这个威德，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即使就是没有这个修成什么大的法，但是呢，生长在这样的这个藏地这个高原呢，就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福分。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极个别的一些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到了这个二三十岁啊，或者是六七十岁的时候呢，才遇到这个观音心咒，人给他就是叫半天，就是这个观音心咒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就学不会，有时候有些句式呢，就是让我这个叫啊，就观音心咒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就是很痛，就是觉得是好可怜呐、啊，就是那么大的时候还不会念观音心咒，就是然后我妈你把没哄，就是他就反而念哦妈妈妈妈，所以有时候呢就看起来就是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真的是这个。就不敢说大的方面，但是有些这个佛教的一种这个佛分啊，就是也是这完全都是不相通的。那这样一来呢，可能你们在这个藏地求学的这些道友们呢，应该是这个清楚的，就是藏地呢，基本上是这个家家户户的不离开这个生活呢，就是不离开就是观音法。也可以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山上的时候呢，就是山上就是挂着的就是众多的这些金幡金旗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印的这个观音心咒的啊，就这个是在这个帐篷的这个上面也有，然后房子上面呢，就是私人的房子上面也是有一些神山呐、啊，或者是一些寺院的周围呢，都是一些观音金旗，就是这个我们不管是这个坐车也好，坐路也好，到哪里都去的话呢，就是都能这个看得到的。然后在任何一个山谷里面，任何一个这。这个在后边的话呢，就经常也是能看得到一些观音心咒的石对啊，就是刻在石头上啊。就我的这个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都是开始就是拉着那个灶，就然后就开始刻那个观音这个心咒啊。就那个时候的字的基本上都写不来，就是我隔壁有一个叫做是龙珠喇嘛，就是龙珠喇嘛的话呢，就是他是用那个石头来给我在石板上那个写，就是写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就开始刻，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路边的一些工人一样，就是每天都是刻观音心咒。然后那个到了中午饭吃中午饭的时候呢，就因为当时是小孩吧，就是我今天刻了多少多少，就是然后父母和一些隔壁的一些这个老修行人呢，就是会赞叹啊，你今天呢就是刻的比较不错，应该给你奖励如何如何，就是所以也许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是想得这个奖励吧，就是刻的比较多，就是一直是从小都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当中就是长大的。这样以后呢就是藏地应该说是这个这个关于心族的话呢，就是对每个人来讲是这个这个非常这个离不开的一种这个咒语。在文革期间的话呢，我们这个藏地啊，就是有极个别的一些共产党员呢，就是有些干部的话呢，当时也是可能心里面就是也受到一些其他的这种教育和印象吧，就是反对过这个佛教。但是他们就是后来这个政策恢复以后，到了晚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念观音心咒的。我现在看来的是，当时我们在校的时候呢，有极个别的一些反对佛教的人，现在没有死亡的话呢。
呢？他们都拿着念珠，就是都在这个念，有些是在公开的念，有些在秘密的念。所以呢，我想那个的确是在我们这个自己啊，就是本民族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这个习惯与这个这个观音法门相结合起来先讲的话呢，那就每个人都是对这个观音心咒是非常这个明白的。那大家呢，就是都知道，就有些呢，真正是从道理上就是明白，就是这个观音心咒的功德。有些呢，虽然这个他的具体的有些可能不会说的啊，有些老太太、老婆婆的、老公公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会，但是呢，他还是每天都是念。所以我们在藏地呢，这个念观音心咒的人呢，就是非常多的，而且念的这种素质的话呢，不像在别的一些国家和一些城市里面啊，就是。基本上是很多老年人，就像我的这个父母啊，就像他们那一代的这些老年人的话呢，基本上是每一个人的是这个一亿遍以上，就是就非常多的。有些呢就是七亿遍呢、六亿遍呢、三亿遍呢，就是那这样的人就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多的。但从这个数目上看来的话呢，现在我们藏地的这个算是年轻人吧，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可能没有这个跟前一代的这些老年人就是那么多，就是就比较而言，就是我觉得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退化，总的情况看来呢，的确是，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念观音心咒的人这个相当的这个多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次呢，就是向这个学习观音心咒的这个大概的功德之后呢，希望呢，我们这个汉地为主的其他地方的这个民族的人呢，也应该。就是对这个观音心咒呢，就是有不公的这个就是态度啊，就是以前呢，就是好像只是一般的这个注意一样，就是不是特别的重视。但现在开始的话呢，不管是在寺院的出家人，还是在这个居士居士的这种团体当中，一定要把这个持诵观音心咒是这个要重视起来。就是我这次宣讲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一方面大家明白。这个观音心咒的功德。另一方面呢，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把它这个用上了。我们藏地一般，比如说就是看见一个什么人死了，那这样的话呢，就马上要念观音心咒的。看见牦牛被杀的时候呢，马上要念观音心咒，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但我看到这个汉地的一些，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的。有些佛教徒的话呢，看见众生这个造煞的时候呢，就笑着笑啊，就不说什么呢，就是有极个别的呢，就是也许可能念一下阿弥陀佛，就是但观音心咒念诵的人呢很少，就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就是看见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真的这个死了或者是被杀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念诵这个观音心咒等等，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以后要一定要这个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改变啊，就是改变的。那么我首先呢，就是跟大家只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个观音心咒为什么说是那么这个重要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垢光尊者在这个《如意宝藏论》就是《如意宝藏论》呢，应该是在释义品就是释义品，就是记得释义品当中呢，就专门就是讲的，在文法品当中呢，就是讲了一部经的功德就这部经呢。就是佛说那个大乘庄严这个宝王经就是佛说大乘这个庄严宝王经。那么这部经典当中呢，已经讲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和还有这个信咒的功德。所以这部经呢，应该在宋朝的时候也是翻译过了，就是我也看过里面的这个功德呢，就是非常大的。就是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希望呢，就是今天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呢，以后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要看这部经典。无垢光尊者也是说了，就是这部经典呢，仅仅是听到这个经的名号的话呢，就是也不会就是堕入恶趣，而且这是功德相当大的，就像涅槃经和这个三摩地王经那样，就是让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话呢，哪怕是耳边听到的话呢，就是这也是就是不容易的，就非常难得的。所以呢，它就像是这个烈火一样的，就是能扫尽我们的这个无始以来的罪障，就像它清水一样的，就是让这个清净我们的罪障的这种这个个人，就像是那个狂风一样的，就是它能摧毁就是我们这个身口意的一切这个障碍的这个围城当当当，就是降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我想呢，我们就是在座的人呢，就是你如果看了这部经典之后的话呢，真的是对观音行咒和观音这个名号呢，就是升起更大的这个信心，就是你很激动的，就是以后呢什么都不吃诵的可以，什么都不看的可以，就要一心一意的念观音行咒，就是一定会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信念。所以这部经当中呢，
其实那个佛陀在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大众大概的我讲一下吧，因为里面这个内容很多的，就是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基本上这个里面就是佛陀在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初盖僧菩萨围住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小乘的眷属啊，那个时候呢，就是突然就出现一些这个光啊，就是光门就是出光啊，就是然后这个光明呢，就是就是这个初盖僧菩萨就是问佛，就是为什么这是这个这样的这个烛光，然后呢佛陀说是现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就是度化就是这些散恶趣的这种可怜的这个众生，就是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发出这么大的光，然后就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实际上是他过于佛啊，就胜过这个佛陀，就是他的一些威力和功德。那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菩萨呢就是就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说是他是胜过于佛，那个时候就是佛陀呢就是开始这个降他在这个引底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是维波师父啊，就是维波师父佛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当时那个佛陀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已经转到一个叫做是这个妙相克菩萨，就是维波师父佛呢，就是宣讲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一些这个功德。后来呢，就是佛陀在引底的时候有个叫做是释迦佛啊，就是在释迦佛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观世音菩萨叫做是勇士菩萨。不是观世音菩萨，我说错了，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当这个勇士菩萨的时候呢，也就是听过了，就是很多这个观世音这个菩萨的。后来呢，就是一个佛的叫做是，威斯夫啊，就是威斯夫。维是维巴的维，维斯佛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变成这个忍辱仙人了。忍辱仙人的时候呢，也听说了，就是就是当时这位佛陀呢，也给他讲了很多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功德啊，就是功德。后来呢，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这个不可思议。佛陀呢，就是还进行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每一个毛孔的话呢，就是住这个100个这个如来啊，就是100个如来，还有一个说是就是。这个当时是应该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就是有时候那个去这个观察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毛孔的这个距离，就是最后这个12年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出来，就是没有找到边际，等等等，就是降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功德，就是这样功德之后的话呢，后来那个。就是初盖僧菩萨呢，就是问，就是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德是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啊？后来就是说是因为呢，就是他有这个六字真言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唵嘛呢叭咪吽。那么因为唵嘛呢叭咪吽呢，就是这就是那个是他的这个功德。后来这个初盖僧菩萨问，那这个真言这样的六字真言呢，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就是后来这个佛陀呢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也不是特别这个清楚，就是我也不是这个清楚正因为就这一句话呢，就是听说现在啊，这个在网上啊，就是我们这个网上的话呢，有些不密佛教的有些愚者呢，就是说是佛陀都不清楚的话呢，那这个是肯定是伪经呢，就是等等等，就是也说了很多的这种这个过失。其实这些人呢，真的是特别的这个愚痴啊，就是自己的是故意造恶业啊。就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的话呢，前往以后不要有这种这个情况。佛陀呢，就是为呢，就是提前就是蒙众菩萨的功德，或者是蒙众佛的这种功德的话呢，在以前中度的这个大乘佛教当中的话呢，在显现上呢，就说是这个功德呢，我不知道你要问哪个佛，这个功德呢，不知道你要问哪个菩萨，就这种显现是在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里面是非常多的。可是这些人呢，基本的这个佛陀的一些谜语和做前面我们所讲的那样的这种道理呢，不懂，就是所以佛陀一说我不知道的话呢，啊，那这样的话呢，佛陀不是全真了。如果佛陀不知道的话，那肯定这部经典是如何如何是假的。所以现在的人呢，有时候看起来没有进过文史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样的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造罪方面，就是还是很有能力的，非常可怜，就是所以。当然我这个是中间就是插了一些话，就是所以以后的话呢，我们也是尽量就是向这个遮破就是他们的这个邪见，否则的话呢，好像就是他们就是举出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何人啊就觉得是真的是对啊，就是极其愚笨的人的话呢，也是跟着他们就是舍弃佛法的这种现象也是有。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这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微妙本性啊，就是这个微妙这个本性的。后来那个
就是就这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佛陀呢，就是也很难以就是得知的时候呢，就是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观世音信徒的功德啊，就这些功德的话呢，待会我们也是稍微这个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未成的数目呢，就是一一的可以数清的，但是念一遍嗡嘛呢叭咪吽师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佛陀也是无法这个衡量的啊，就是难以这个说尽的。像这些这个功德呢，就是降了许多的这个功德。所以说那个这个初盖藏菩萨的话呢，就是既然这个观音心足的功德啊，就是是那么大的话呢，那么我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求这个求这个咒语啊，就是求这个咒语。他说呢就是我可以呢，就是证个三千大千世界，或者证个世界呢，就是满这个七宝来这个供养也可以的。或者的话呢，我将这个自己的这个血呢，就是做成膜，然后这个血皮啊，就是皮呢，就是做成纸，然后骨头呢，就是做成这个币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宁可这个设计自己就是愿意这个去，一定要求到就是这个心足的这创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那个就是从那个以前上师如意宝就讲过这个八大菩萨的传记啊，那个当中的话呢，就是也讲了当时那个嗡嘛呢叭咪吽师的这个传承，就是上师如意宝也当时说过，我们现在这个转生的这个藏地学院的这些人的福报很大的，就是即使初盖藏菩萨的话呢，他发了这么大的这个愿，就是我们呢就是轻而易举当中得到留神眼的这个传承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就也是这个福报是相当大的，就是当时上师也是这样讲过。所以当时那个初盖藏菩萨呢，就是在这样这个讲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问那个佛陀啊，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得这个观音行足的这个传承然后呢你一定要就是给我这个传授，就是当时是这样讲的。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说，我呢就是也是这个在这个前辈万劫啊，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具足萨埵的这个如来面前呢，就是诚实啊，供养啊，供就是抵你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来的是没有就是得到，就最后的话呢，我遇到一个叫做是包胜如来，就是包胜如来面前呢，就是我这个想就是得到的，结果包胜如来呢就是没有这个给我这个传授，就是他呢就是介绍到就是让我这到念上如来啊，就是念上如来，然后就念上如来呢就是年前就是停数的话呢，其实年上如来的话呢，就是这部观音心足的这个传承呢，就是从阿弥陀佛哪里这个求的。阿弥陀佛呢，就是当时加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也是传给这个年上如来。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就是从这个年上如来面前呢，就是是得到的。当然这个中间的过程呢，就是里面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功德呢，希望你们就是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就看一下这部经典啊，就是刚才所讲的，就这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多。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莲生如来面前已经得到了这个传承，然后呢就初盖藏菩萨呢，就是就非要这个求啊，就是这个时候的就是就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个求的话，那就是印度在某某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一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化现，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行为也是很不如法的，一般的一个居士，也有妻子也有孩子，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特别脏特别乱，就是那个时候那你就不要对他生起邪见，你一定要以恭敬心和以这个诚敬心呢，以清净心来就是观待，那么他呢就是会这个给你这个传述啊，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他没有这个传了、没有传后来那个就是这个初盖藏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带着这个1200个这个眷属啊，就是亲自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个人面前，居士面前呢，就是求得了这个观音心足的这个传承啊，就是关于这个心足的传承。有关这方面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乘的这些论典和经典里面呢，就讲的比较这个广的。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语的这个功德。就是尤其是嗡嘛呢叭咪吽师呢，依靠这个助语呢，就是有许多的这个佛陀和这个菩萨呢，就是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我们今生当中呢，就是仅仅是遇到这样的这个法，真的是这个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还是部分就是非常的这个舒适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千倍万劫的这个积累资粮，迁出罪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么基层当中就根本遇不到就是这样的这个佛法。就是、所以说呢，我想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以后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叫这个念诵这个观音这个信祖，就是观音这个信祖的这种这个加持和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大的。目前在其他的一些教员里面也是这个讲过，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和那个杜母啊，就是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加持是最明的啊，就是应该是是这个最这个容易呢，就是让我们这个魔法时代的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感应的。因此在寒地也好，藏地也好，很多都是这个观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就是感应片啊，就是很多都是以他的这个加持啊，就是这种故事和过往呢，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多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向到了这个观世音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观世音。其实这个观世音的话呢，一般这个寒地的一些历史上的话呢，就是就跟那个藏文就是像比较起来，就是藏文里面呢就是叫宣仁寺。宣仁寺和观世音的话呢，就其实是观世音是很好的。但是以前寒地那个李世民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世字，就是所以寒地这个传统上呢，就是那个世呢，就是据说是这个暂时去掉的，就是不能用这个君主的这种名。就是所以观音，但观音也是在有关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也并不是我们这个随便有一个人呐、啊，就或者是一个上师去的，记得是在这个《悲华经》里面啊，就是《大悲莲华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观音当时这个转了一位叫做是不惧太子啊，就是转轮王的一个太子，当时呢就是他立下这个坚定的这个誓言，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宝藏如来就是给他这个取名为这个观音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教证，就是然后在楞严经当中的话呢，就是当时是有一个叫做是观音佛啊，就是在观音佛面前呢，就是他就发愿。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观音佛呢，就是对这个观音呢，就是取名，就是说是你观各种这个身影，然后呢，就是认识你的这种性，也就是说悟性啊，就是证悟你的这种性的本性，就是从这个角度呢，这个取这样的这个观音的这个名称。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遇到了这部观音法门，或者说是听到了。这个观音的这种心主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功德是相当大的啊。就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这个就每次在课堂上啊都讲过吧，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学员，就是有时候是遇到一些这个委员呐、啊，或者是。个人呢、啊，就是如果是遇到一些这个委员和困难，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一起啊，这个念诵这个观音信咒，或者说是这个观音这个名号，就是那么念诵观音这个名号之后的话呢，你的这个个人或者是集体的这个委员呢、啊，就是会这个当下就会消失啊，就是消失无语。所以这些呢，并不是是我们这个是传说、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这个说法而已，就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是这个较真也是比较多的。然后从我们川村上师的一些这个实际行为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对观音法门是对我们每个人呢来说是确确实实是非常的这种这个相应。而且你念这样的这个观音这个名号的话呢，那么跟这个其他这个佛陀菩萨的名号都是不相通的。有时候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传记和一些这个普明品的功德啊，那个时候的话呢，真的是心里面想啊，这念一个。这个观音的话，其他这个什么功德都不重要的。就是佛陀在那个《法华经》里面呢，就是也是告诉这个无尽意菩萨，就无尽意菩萨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有人赐送这个62亿恒河沙数菩萨的这个名号啊，就是62亿这个菩萨的名号，而有人呢啊，就还有这个赐送啊、供养啊，比如说这个饮食啊、字句啊，以及这个苗瑶荡荡，就是各种这个就是公平来就是做这个供养和陈舍，然后有些人。的话呢，在意识当中就是念诵啊，就是所谓的意识是可能是就是
不是这个就一生一世吧，就是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了，念诵那个观音名号。那么观音名号的话呢，那么他说这是真的就是无疑，真的无疑的话呢，就是他的结果呢就是没有这个差别的，而且呢就是千别万劫这个无法这个念诵，就是他的这个福德之分啊，就是福德之分。所以从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功德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自诵其他的人和佛菩萨的这个菩萨的名号呢，就是根本不如这个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平时走路的时候也好，坐车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饭前饭后啊，就是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一点是很简单的。但是没有福报的人，没有这个这种善根的人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也是念不出来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是我们有时候呢，转身到这个藏地呢，就是很有福报。真的，我就是经常的是这样想的，就是哎，下一辈子的话，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成就，没有证悟的话，那就是祈愿就是。诸佛菩萨加持，就是让我还是转身为一个藏人，就是因为藏人的话呢，再坏也是连观音行足呢，就是就肯定是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就经常就念诵的一件这个事情。所以刚才是那个有关佛经当中也这样，还有一个佛经叫做是这个十一面这个僧主经呢，十一面僧主经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称诵了这个十万亿。啊，就十万亿诸佛的名号，那么这个功德呢，当然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非常大的。然后有人呢，就是称颂这个观世音的名号啊，就是刚才这个十万亿啊，就是十万亿这个佛陀的这个名号呢，就是有人呢，就是称颂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此二正等无疑。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就没有这个差别了。就是连观音心咒念一遍呢，观音名号念一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十万亿的这个佛的这个名号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是那么这个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些经典呢，希望你们也是应该十一面观音经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妙华莲华经呢、就是妙华莲华经的话呢，就是应该我们就是经常要这个看一下，就是看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就说一说呢，有时候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也好，或者说是积生当中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功德呢，就应该是依靠这些诸佛菩萨的名号来这个赠上，就是消除烦恼呢，也是依靠诸佛菩萨的这个名号。但是我们现在实践的人呢，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个习气很重。就是邪见很这个深啊，在这样以后呢，就对这样的诸佛菩萨的名号的这种心性，就是怎么说啊，诚心呢，就是就不够，就是然后给他明明降了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很大的话呢，他就不在意不在乎，就是旁边呢还需要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来给他这个对峙，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刚才下午的时候有一个海南的居士，也是个男居士，就是打电话，就是说是给我就是哭诉了半天。我本来也比较忙，但是呢，他在电话里面一会儿说是啊，你不要撂电话，你一定要给我听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一个女朋友啊，就然后在这个四川，但她长得特别的好看，就是然后呢，我认识她以来的话呢，我这个性呢就是生性多，一般呢就是男就是说男总这样哭诉的是很少的，就是女总呢就是经常。比较多一点，但他说是我这个现在认识他以后的话，那就整个身心呢，就是全部都好像发疯了一样，就是没有任何自由了，就特别的这种痛苦，就是别人都说是我现在都是不像样，不就是像鬼一样的，就是整个脸色也好，就是心情也好，全部都已经变完了，让我呢。就是不断的这个追他的话呢，他是比较好看的，我担心可能也有很多人追他，所以我现在心里的这种愚心呢，就是很难以这个调整，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我说这个是最好是那个因为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就是确实是有这个破名品里面，就是说是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名号，如果你念诵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功德很大，就是应该说是可能有办法的，但是他。我给他说了两三遍的话呢，他就不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后来也就真的有时候就是也怎么说也没办法的。确实你们也可能记得，就是这个普明品里面说是若有众生多于因缘，常年恭敬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便得利欲啊，就是便得利欲，就如果就众生呢就是堕入这种这个因缘的这个痛苦当中的话呢，就如果我们长时的念诵就是念诵这个观音的这种名号的话呢，就是你
他，还继续说是如果什么就是若有众生都以成魂啊，就是成魂的话呢，也是这个常念观音菩萨呢，就是可以得这个涅槃的。如果有众生呢，就是也是堕入这个池愚痴的话呢，又要这个常念就是恭敬观音菩萨的话呢，也能这个涅槃啊，就是涅痴啊，就是涅愚痴，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就是所以我跟他呢，就是全了半天的，就是他也不听，就是确实他心里好像这个很痛苦的，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身心都已经没有这个自在了，就是白天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也是没有兴趣做，晚上呢就是睡也睡不着觉，就是就日日夜夜都是一直这个思维着，所以我现在瘦得不像样呢，就是他说就是就给我讲了很多很多还有精彩的一些故事。我这里呢就是暂时不说，就是总而言之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就是各种啊，就是痛苦烦恼啊，就这些呢，就是依靠这个观音菩萨呢，不可能就是不消除的，就是这是佛陀的这个真实语、金刚语。因此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当中啊，就是实在是无有办法接触来的时候呢，一心一意就是祈祷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话呢，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在如心论当中也是讲过很多，就是他的这个威力吧，就是所以呢，就是一定会是能这个得力的啊，就是能得力的。所以在佛经当中啊，就是大家都喜欢说是什么这个妙音观世音，梵音海草音，神比世间音，是故须常念。是很多世间人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音当中的话呢，就是那么观世音就是应该说是是这个最殊胜的，它是妙音，它是海草音，它是世间当中的最殊胜的妙音。说我们现在世间人们呢，就是喜欢一些明星啊，就是他们这个个性唱的歌啊，就是有些各种各样的怪怪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咚咚咚咚咚 咚这样的声音呢，就是很喜欢的。其实这些是最低你最下贱的一些声音，真正的一些这个声音的就是最好的声音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听到，就是在任何一个这个什么念佛堂里面呢、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就是佛教的这种这个团体当中啊，就是传来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呢，那这是这个世间当中是应该说是最殊胜的这种音，它呢就胜过世间的就是任何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福报的话呢，就是跟观音呢就是可以这个相应的，如果没有这个福报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在你的耳边就是怎么样念诵。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乞丐的话呢，让他念诵玛尼巴美哄的话呢，他就根本不念，就是就我想我们有什么藏地的这个上至国王和下至乞丐以上的人呢，大家都要念我玛尼巴美我玛尼巴美哄。还是我并不是说是在这里呢就是宣扬什么我们民族是如何如何化，但是确确实实也是事实这样的，藏地求学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这个看得这个清楚的，就是每家每户呢就应该就是到了这个家里以后，就是知道是他们对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诚心。所以说呢，有时候啊，就我们要知道是指是他的这个功德，如果知道功德之后的话呢，自己也会这个重视的啊，就确实是摩诃仁波切在那个这个什么白珠功德当中啊，就是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见也好，闻也好，意念也好，借助啊，就是也就是说是他是这个见解脱、闻解脱、意解脱，还有呢就是触解脱，就是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如果是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号或者是六字真言呢，你如果见到的话呢，就是那个福分很大的。然后听到这个声音，或者说是你心里面想起就是观音菩萨的形象啊，观音菩萨的一些这个坛卡啊，就这些想起来的话呢，也福报很大的。是我们藏地一般普遍的话呢，就是四臂观音和二臂观音，还有呢就是千手千眼这个观音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坦卡就是比较多的。那么汉地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华严经和这个法华经的这个观点呢，也是这个观音菩萨度化不同的这个三十二种想象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这个观音像呢，就是大家应该经常这个意念，经常呢就是就是观想，就是如果这样呢，就是我们相续呢就是逐渐被这个感化，就是而得以这个清净。在藏地呢
有一个叫做是那个玛丽全记，玛丽全记是国王这个中正干宝，就是他写的，就是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是讲这个观音行足和观音菩萨的功德，还有藏族的一些历史和未来的一些事迹啊，在这里面就讲了许许多多，就是嗡嘛呢叭咪吽分开的一些这个功德啊，比如说嗡嘛呢叭咪吽六个字的话呢，它就分别这个牵出我们这个天界、飞天、人界，还有那个旁生、恶鬼、地狱，就是六道众生的这个种子啊，就是轮回的这个种子呢，一一这个摧毁的。然后呢，就是六种障碍，就是我们身口意，还有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和习气障啊，就这些六种障碍呢，就是全部就是前述。还有贪嗔痴这个慢、嫉妒、吝啬等等，就是六种烦恼呢，也是这个前述，以及自己这个获得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僧三宝，以及这个这个什么上师，这个空性本尊，就是三根本三宝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获得的。还有世间的一些这个各种440个那个疾病啊，灾难啊，等等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前奏。然后这个嗡嘛呢叭咪吽呢，就是其实这个无不佛的这个种子啊，还有呢，就是它能这个摄持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等等等等等。就这样的这种功德，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通过这个观音菩萨的这种助愈啊，就应该能这个获得解脱的。我看以后我们汉地呢，要这个弘扬，尤其是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有没有这个人这个发愿，就是念观音心咒，这个一遍的，就是那很多人都可能害怕了，因为心里不够，就是心里不够，就是我们藏地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也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已经发愿，就念观音心咒这个一遍，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呢，就整个我们多康和安多很多地方去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念阿弥陀佛一遍，就是那个阿弥陀佛的这种长的名号一遍的话呢，有点害怕，就是1000万遍、100万遍，就是比较多。而那个观音心咒一遍的话呢，就是成千上万个人，就是马上计数啊，就很容易的。可是我们这个其他民族的当中的话呢，就是真的，一说这个观音心咒这个100万的啊，100万呐、啊。什么时候能念得完呢？就是很惊讶、很害怕，就是这种现象比较多一点。但造恶业啊，就是造恶业的时候呢，有些人这个很有能力的啊，我一碗一碗的这个，什么这个昆虫啊，各种虫啊，是不是昆虫啊？现在各种这个小虫啊，还有一些虾鱼啊，就各种东西啊，吃一盘一盘的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些人不敢吃的，看都不敢看的话呢，就是他就一一的，就是吞下去。造恶业方面就是很有勇气的，谁不干的东西都会去干。但是念咒语的话呢，就不敢。就是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习气比较重啊，就是烦恼这个比较重。大家呢一定要就是改过来，这样的话呢，其实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都可以的。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80岁的人。那就是，他在印度啊，就是有一个80岁的人呢，就是他念诵一遍观音心咒，后来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常熟成名的果位啊，就是常熟成名的果位。然后呢，就是再过后300年以后的话呢，就直接这个前往极乐世界，就是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公案。所以我们平时，大家就不要觉得是啊，就是念一点这个咒语呢，就是特别害怕，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就是念诵这个咒语，念诵这个咒语的许许多多的功德呢。我们今天短暂的时间当中呢，真的也是就是不可能就是说，还有那个就是《宝切经》里面呢，就是说是我们持六祖真言的人呢，就是福报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就是一个恒河沙数的佛呢，就是来这个保佑他的。然后那个未成熟的这个菩萨，未成熟的这个菩萨呢，就是也能这个护佑他的啊，就是护持他的。还有世间的这个天啊、龙啊，就是以及这个什么这个九瓣图等等的，以及这个四大天王和33天的所有的这个人和非人天宗呢，就是也能这个护持他啊，就是护持的。包括我们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从。就是这些葱的话呢，就是全部都获得了这不退转的这个果位啊，就不退转的果位，就真的这个功德是非常的。让我们六字真言呢，就佩戴啊，就是佩戴在这个身上的话呢，那就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成了金刚身，成了这个舍利，就是
具有这个舍利庄长的这个舍利他了啊，就所以别人呢，如果向你定力啊，就是向你供养的话呢，你先把六字真言呢，就是我就是应该带在这个身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就接触啊，就可以接触。所以我有时候看见就是在汉地啊，就有些人的这个车里面就是这个。虽然不信佛教，但是呢，有些人信观音，就是就放着一些观音啊，就是也有这种的。就我那天看呢，在一个出租车里面，就是那个司机呢，他说我不信佛教，就是我不信佛教，但是我这个是为了保佑我这个就车上挂的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其实观音菩萨呢，就是是实时的是，不管是你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一定会是这个加持你的。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信主也是戴在这个身上啊，就现在很多人就是戴在这个这在脖子上啊，就尤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什么老虎啊什么一些各种东西呢，就是戴在这个脖子上，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现在就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是属老虎的话呢，或者是我是属什么的话，就把那个就是戴在这个脖子上，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应该就是戴这个观音信主啊，或者是戴那个。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啊，就这样的话，真正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自己也是不离这个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微妙像啊，这种这个功德呢就非常大的，所以呢就平时我们就是跟这个别人呢就是因为他。别人不管什么，就是有些人是不带东西不行的，要带东西的话呢，应该带有精神来世有意义的一些这个价值品呢、啊、就这样对别人来讲是这个有意义的啊，就确实还有这个佛经里面说是我们这个如果就是自己也是带这样的，让别人也是带这个观音心座啊，或者说是观音这个这种这个神像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一方面呢就是前足一切这个为缘，一方面他自己的一切精神当中的这个事情呢就圆满这个成本，再加上呢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呢就是不离这个就是正法，就是有这方面的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说是这个佛陀也是很难以说尽这个观世音菩萨和六字真言的功德的话呢，我们凡夫人呢就是怎么回事这个不相信，就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的话呢，那我们就是确实是太这个愚痴了。那现在的人呢什么事情都是有时候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些人网上的问题啊，就是说啊这个是可能不是佛经啊，就这个是关于信主呢应该是密宗，就是这是藏传密宗，根本基本的这个来历都不懂，就是这个是到底是藏传还是这个汉传还是印度传，这也不懂啊，我不信一个藏地的观音信主，他们都觉得是欧玛尼巴梅红石呢应该是一种这个藏族喇嘛所念诵的，我不信这一点就是很可怜的。佛陀在这个舍卫城将近说法的这个宝王经呢，就是并不是为这个藏地说的，就是你要搞清楚，所以基本的有些道理也不懂，就是有时候看的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对这个宗派的派次啊，对这个佛理的这种理解呢就是特别欠缺，然后呢就自己愚昧无知的形象呢就是暴露无遗，就是在众人面前呢还在这个夸夸其谈，就是跟裸体奔跑就是表演的没有任何差别，就是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向导就是观音信主的话呢，就是的的确确是这个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积聚的，然后一切这个罪障呢就是浪前走的。我们现状当中讲最可怕的罪业呢就是无间罪就是金无间罪和无间罪，但是这个也是在佛陀在那个应该是在这个年冠序就是年冠序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校正，就是说是这个仅仅一诵或者是一作业或者呢就是身体一切作欧玛尼巴梅红舌的话呢也能清净就是无间罪，然后呢以及呢就是金无间罪当等一切罪障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就是可能造了很多特别可怕的这些罪业，但是我们念观音心咒的话呢，无间罪净无间罪的狼前走的话呢，那其他的罪证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个险种当中呢，就是你不管是这个犯戒也好，或者是这个说这个妄语也好，偷盗也好，佛陀所制定的这种佛制罪和佛陀未制定的我们所谓的自性十种罪业呢，就全部会就是得以这个清净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就叫做是那个
有属呢不念不理呢，就是观音这个转经论，就是左属呢就是不理这个念珠啊，然后呢就是不理就是念诵那个观音心咒，三种不理啊，就是左右然后口啊，这三种呢就是都不理这个观音心咒。玛尼巴咪吽日，玛尼巴咪吽日，一边就是我的念珠在那，我用臂来念，就是这个不太好。玛尼巴咪吽，玛尼巴咪吽，应该是这样的。那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拉念珠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右手来念，就这样，这是不太合理的。应该是在有关那个经和虚构当中呢，咒语就是念珠呢，应该是用那个左手来就是拉着，然后转经轮呢就是右手拉着。可能极个别的，我们学院里面有极个别的人呢，往往相反就是，然后念咒语也是用这边了，然后转经轮是用这样，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哈！我刚才讲什么？就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念诵啊，就是念诵这种这个注音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就是看见就是别人扎萨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救他的话呢，一定要在他的这个耳边呢。就是念诵这个观音心咒，就是佛陀也在这个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如闻观音心咒者，于诸旁僧耳边诵，则彼解脱恶趣后，必将往生极乐刹。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教言，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就是持诵，就是或者是听闻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行走的人啊，如果在别的一些旁僧耳边呢，就是持诵的话呢，那么这个旁僧呢，就是。试完了之后的话，一定会是解脱三恶趣，他不会堕入地狱恶鬼这个旁生当中。然后呢，你记得这个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些牦牛也好，或者是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啊死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必要就是在那儿大哭啊，或者是怎么样，一定要在旁边去这个念观音心咒。就是如果你念观音心咒的话呢，那么对这个世人啊，就是对这个亡者的话呢，就是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有非常这个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修行就是说对这个他人要起作用啊，就对他人呢一定要就是有利益，然后对自己的心里面呢也应该是有一种这个真正的这种法的这个利益。但这样的这个法的利益呢，我们以佛陀的这个经教作为根据，然后自己的心行呢就是作为这个因啊，就祝愿了。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一定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大家也一定要就是要这个学的正当然就是从这个寒底啊，尤其是南方那一带的话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是确实是这个信观音菩萨的，就是这种现象呢，我也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有些是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当作圣；有些呢，就是说是他是这个观音娘娘啊、观音老母啊、观音什么什么，就是有各种这个说法。不管是你怎么样呢，我觉得呢，就观音菩萨呢，就是是对我做这个加持，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想法来，真正去这个就是祈祷啊，或者说是去一些那个恭敬心的话呢，就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和威力是不可思议的，就应该呢，就是得到这个利益的。当然，这个寒。也有这个什么加加阿弥陀佛护观世音，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呢也并不是佛护真正是这个阿弥陀佛就是什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因为呢就我们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家庭当中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是他们都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信仰，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想是不是佛护都是这个观音菩萨，是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可能不是吧。有些还是很反对的，就是这种现象倒是有。但是呢我想只要是大家就是把这个观音行祖和观音菩萨的这种美好的功德呢，就是慢慢就是推广的话呢，很多人就是会知道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有些众生呢，就是在接近这个离开世间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啊。自己就是真的要像这个离开世间，就是自己觉得是我现在这一辈子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了，那么今天呢要这个离开的话呢，你临时的时候你要这个向导这个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是最有这个就是力量的。
啊，就是《宝笺经》里面也说了，如果我们刺诵这个六字真言的话，你在临终的时候呢，有这个十二大佛陀，还有呢就是八大菩萨呢，亲自就是来到你面前呢，就是迎接，然后呢就是接引到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在有些弥陀经当中的有些这个有关阿弥陀佛的有些这个经典当中的话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如果祈祷这个阿弥陀佛和还有那个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的话呢，那么这三大这个佛和菩萨呢，就是来到我们这个面前呢，就是直接这个接引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很多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念诵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么念诵阿弥陀佛的话呢，就观音菩萨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同时要这个念诵，就是说有极个别的一些净土宗的道场啊。他们都有一种这个说法呢，念阿弥陀佛是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什么六字真言呢不准念，就是也有极个别的道场呢这种说法，就是这样的限制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在这个嗡嘛呢叭咪吽是，就是有个别的一些注意当中呢，有是者的话呢也可以，就是这是这个无光尊在的有些教言里面呢也这个有嗡嘛呢叭咪吽是，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嗡嘛呢叭咪吽也是正确的，嗡嘛呢叭咪吽是也是正确的。有些人呢可能念诵的这个发音方面呢就是也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我们包括藏地的话呢，就是在多康和拉萨地方的念观音信祖的这个发音呢就是也有不同的。包括我以前认识的有些这个老年人呢，有一个老年人呢他说嗡嘛呢叭咪吽，就是他是这样讲的。然后有一个老年人呢嗡嘛呢叭咪吽，所以我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就是一直问。但其实呢就只要是我们这个心很诚啊，就是心里面呢真的是对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心足和观音呢就是有信心的话呢，这个法音呢就是不一定要就是同意，就是要是同意的话呢，可能这个南方人和那个这个比如说东北的人啊，你这个同样是嗡嘛呢叭咪吽是的这个字啊，但是各个地方的尤其是闽南人啊或者是别的人的这个念诵的话呢，就是都发音是不相同的。我们这个拉萨和四川也是藏文上面也是念诵是不相同的。只要自己有信心呢，应该可能没有大的这个差别。前一段时间我们讲那个这个普巴金刚的这个功德吧，就是普巴金刚，就同样的汉地呢，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是有在一个山里面，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就是她一直念这个观音心咒，然后有一个老和尚呢，就是就过来的时候，山上就是发这个红色的光，就是他觉得呢，就这里面可能有个修行人，结果他就去这个探究，就去寻找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太太呢，就是她一直念就是嗡嘛呢叭咪吽，就是因为那个红字的这个旁边的口旁呢，就是她就念不来，就是所以呢，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然后他念诵了这个很多年了，就是后来老和尚呢对他说是你这样的念诵是错了的，就是并不是嗡嘛呢叭咪吽，应该是嗡嘛呢叭咪吽，就是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特别伤心，就是绝对是十年如一日的念诵呢就是全部报废了，就没有这个功德了，就是心里特别的懊丧。那后来呢就是他就纠正过来，就是因为他听到老和尚的话，然后那个老和尚呢就是现在也接近山下的时候呢，就他回顾一看的是整个山上的光呢就是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瑞穴也是不见了。他后来心里觉得呢可能是心清净的话呢念注意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回来呢就是他说我刚才是开玩笑，就是你还是你念嗡嘛呢叭咪吽吧。然后那个老太太呢就是他就很高兴的，就是他就有不断的就是念他的咒语，念他的咒语的时候呢的确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光啊就瑞祥呢也再度这个现前了。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公案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自己的这个心情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就一些功德上面是没有差别。以前云林过世啊，就是他也是这样说过吧，就是凡念诵者神要神要什么端数不写，可要念诵
观测啊，就是溃疡连锁观测，然后医药专心不已啊，就是医药注心不已，就是所以这个深刻医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医治这个愿自己所念的这个对境。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是那这个念诵的功德呢，应该是这个很大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呢，我也非常的这个希望我们就是在座的这个这些法师和居士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释放的这些大德啊，就是这个虔诚的居士呢，应该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弘扬这个观音法门。这当然这个观音法门呢，现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呢是比较重视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弘扬的范围还不够的。我也发现那个现在这个汉地这个佛教当中啊，就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大德呢，就是在这个坐立的这个弘扬，应该是这样的，对大家有利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教法呢，就是应该每个人都应该这个弘扬。就是我像我看到那个就是海涛法师和还有一些汉传佛教的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一方面就是劝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念观音心咒，而且这个是应该是很好的。就是如果有人呢就是觉得是观音心咒是密宗的话，这是完全是错的。就是这是显宗里面的，跟楞严咒和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这样的一个咒语。所以呢让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学这个。我听说是东北的一个寺院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跪地呢，就是不让念这个观音心咒，就是那这是不合理的。六字真言不准念的话呢，那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以后的话呢，我像是作为这个大德的话呢，应该就是你如果没有能做到这个众生有礼的事情的话呢，也不能做这个众生有害的这个事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专经论呢，就是现在也是六字真言的专经论呢，一定要就是弘扬，一定要让大家就是这个转觉。这个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功德的时候也是提过的，但是这个呢有个别的这个汉传佛教的法师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参与，就是推广。其实这个是应该是很合理的，但现在极个别的人呢也认为说所谓的这个专经论呢，这是藏传佛教的。其实这个专经论呢，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藏传佛教的。我看见以前那个在南朝时期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富达氏，就是可能你们也是就是清楚吧，就是他是非常这个出名的。那么他呢就是在那个石门镇痛啊，就是我们在如菩萨行论里面已经就是用过就是这个教证吧，就是石门镇痛当中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应该南朝的时候，我看夏商周秦三国梁晋南北朝，南北朝的话呢，就是比较早吧，就是在南朝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当时这个他为了就是有些这个不识字的，就是他直接读大藏经的话，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为了帮助和利益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富达氏呢，就是把这个就是藏经录当中呢，就是放一些那个就是大藏经的这些经典呢，就是经典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可以扔了，就是这样退转的。就像我们现在就许许多多的这个藏经呢，有大的这个退的这个转经论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呢，就是叫论藏。就是论藏，然后这个论藏呢，就是一直这个推广啊，一直推广。后来呢，这个富达氏他自己也是两个儿子和一起这个出家，就是他的法名都叫做是这个善慧啊，就是善慧。然后呢，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好像那个论藏上面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装饰一些那个什么这个钗书啊，还有一些这个悬挂的这种金子啊，等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饰品，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的这个专经论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专经论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悬挂的这个镜子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就是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应该还有在那个深深传啊，就是在汉地非常出名的深深传当中呢也记载，就是说是就是当时呢就是劝那个世人啊，就是劝世人他说由发愿这个菩提心在推轮掌在与那个念诵呢就是功德无有差别啊，就这个记得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这个刚才讲的是这个轮藏啊，就是这个轮藏呢，就是随取这个推转了、随取推转，而且呢，就是有人这个发菩提心呢，然后这个退这个轮转的话呢，那么跟我们读诵这个经文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有些怎么说啊，就是教研这两个相结合起来的话呢，其实那个时
时候呢，我们现在藏地普遍都是在一个大的这个转经论方面呢，就是有好多人都是开始这个推着，就是这样转了。像这样的和就是跟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在这个兰草，就是兰草当时是应该是在那个粮草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兰草应该是在两代的时候，在两代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唐朝，那么唐朝一直到现在，有些这个寺院当中的话呢，就是这种传统是一直保持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藏经呢，就是你可以退转，然后书上这个转呢，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个功德绳呢，应该按照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些规矩呢，就是也是这个相合的。你不能认为啊，书上拉着转经轮的话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这是藏传佛教的。以后我们寺院里面不要拉转经轮，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说这些可耻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我们那个。应该呢，就是没有这个教理的，就是对这个众生有害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你就不让这个在这边就是宣传啊，或者是这个展开，是这是这个合理的。我们作为藏传佛教的话呢，也就是对这个众生的相续有害的，对整个这个佛教弘扬方面呢，就是不利于的一些言行举止呢，不管是别人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这种这个这个名什么这个以好的这个名义来就是宣传。的话呢，就是不允许，就是设置遮遮的。而真正是对众生有利的话呢，那这个汉传佛教的很多的这种行为啊、做法呢，我们也是这个认可的。而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和印度这个各种这个不同的一些民族和一些国家所传过来的，就是任何一个这种佛教的理念的话呢，我们也应该这个接受的。所以说呢，我像那个念观音心祖也好，这个我们用转经论啊，很多的这些具有功德的这些这个善事呢，就是我非常也是这个希望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这个受持。总而言之呢，就今天就是也顺便就是给大家讲一些观音心祖的功德，希望呢就是你们呢，就是应该多看一下，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是一面，就是这个神珠记呢然后这个报切记呢就是佛所大乘庄严这个这个宝王记呢，就是等等，就是有关的这些大乘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应该就是去多看一下，就知道是这个观音心祖的这个威力和这个功德啊。有些经典当中的话呢，的确是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包括在一些恶趣当中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蜜蜂的这个形象呢，呜呜呜，一边说是呜呜呜，一边说呢，就是念这个观音神号和这个皈依三宝吧，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这个观音行走的这个威力和光芒呢，就是应该是便于这个所有的入道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也就是看不出来，就是那个是真正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这个化身的话呢，就是无所不变的。大家一定要有一种这样的这种清净心，自己有这样的清净心的基础上呢，就平时的多念一下这个观音行走。当然这次呢，我也要求不是很高的，但是我非常希望凡是这次听闻这个观音心祖功德的这些人呢，自从你听到，不管是在这个电视上也好，光盘上也好，或者说是你那个亲自就是听到的话呢，就是希望呢就是最少也是十万遍以上念诵啊。这个时间呢，就是看看你那个从自从你听起的时候开始，你这个是你自己定吧，就是最不要这个超过两三个月吧，不然的话那就是念诵也是没有这个不一定有积极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菩提协会为主的所有的这个出家人和在家人啊，就是大家就是我满地八门哦，是这个十万遍都是不能念的话，那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种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修行什么这个修啊，就是就所以我看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要种下这个种子，一定要就是种下这个戒头的种子，生生世世的是自己要发愿，就是不离这个观音法门，因为观音菩萨的为你呢。可以说是这个身果诸佛菩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是不这个意志啊？遇到这部法呢，真的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因此呢，就是依靠这个传承上师们的加持，就如今呢，大家这个获得了这样的这种祝愿呢，也应该就是非常值得这个高兴。就是下面呢，我就顺便念一下观音心祖的这个。
传承了乌玛尼巴美红水，乌玛尼巴美红水，乌玛尼巴美红水。对俄罗斯啊，这个政治党、国党个在操党性更大，基金参照总部政治，政治可能到宋杰俄罗斯上周三中人部在马基班的解决解办年半没办。公内公党配合的小哈，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吧。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m